儿子种的豆芽，除了好多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脚欢欢，早上起来洗了个头发，刚刚把衣服洗上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做一个拌面吃，多一点大蒜。刚洗了头发，头发没吹，待会儿吃完饭我们要下去做核酸，我们现在都是一天一做，前天、昨天、今天，他只有上午给做。先把这些蒜全部切成蒜片，然后来烧一锅开水。早上起床自己跟自己下棋，自己跟自己下好玩吗？嗯。儿子，我看你是不是真瘦了？你扭过来，好像真瘦了，怎么感觉脸变小了？双下巴都快没了。长高了。双下巴。对呀。你下午拿点菜，我早上想煮一个青菜汤。可以。我今天早上没有把什么喝的，就小白菜汤。我在网上看到那个蒜香油拌面，好像特别好吃，我今天早上来复刻一下。水开了，煮面，煮三块，不然不够吃。切菜洗一下。现在我来煎两个鸡蛋，这个面煮好了，给它捞起来。起来，然后锅里再倒一点油来炸那个蒜片。切一点葱花，这蒜片就给它炸成这样，然后关火，然后往油里放一点蚝油，放一些生抽。这个面条汤煮青菜，然后这里面再放一点辣椒油，再把这个蒜油浇在上面，浇这个面上面。然后把这个蛋一人一个，撒了点葱花，汤里面放一点点盐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饭。开饭开饭，给筷子。先来一口青菜。我还以为是凉面呢。蒜香拌面，蒜香功夫，嗯，好吃这个面。你不是说这个放了辣椒油吗？怎么感觉不辣？对，那个辣椒油本来就不太辣。太好吃了。嗯，妈妈，嗯，别的面可以这么拌吗？可以。那个直面也可以啊。嗯。下回我做一下。你学会了吗？你没看我做，尝一口。妈妈，嗯，那你现在说一下怎么做呗？我下次亲自指导你做。别，你先说一下，下次教你。好吧。我吃饱了，几口就被我吃完了。我感觉下次煮这种面需要煮4块，
一人两块才够吃，吃了个小半饱。我去吹头发了啊。哎呀，真的好清淡啊，真不愧是清菜汤。头发长太长了，这刘海扎也扎不起来，每次感觉好急。扎起来，换好衣服了。今天早上就不扎头发了吧，反正在家里面扎头发挡的那个头皮疼。称一下体重，早上吃的饭的体重是54，越来越胖了。你称，我看，42.43，43，你瘦了，你是真瘦了。妈妈胖了，啥情况？怎么一直不出门？妈妈提袋。出门提垃圾。为什么一到快夏天的时候，我的手上面就会它自己会破皮，然后脱皮，这是不是湿疹？今天天晴了，看。哎呀，丢完垃圾就摸头，完了，全都跑我头上了。这我们这个人好少，那个人好多。你是最后一个。拿了个快递回家了，买了面包，面包吃完了又买了这种面包。